習主席在氣候紅心峰會上提出了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唯一的家園，在氣候變化挑戰面前，人類命運共同單邊主義是沒有出路，我們只有堅持多邊主義，講團結，促合作，才能夠互利共贏，福祉各國的人民。在動盪不安的國際形勢中，中國出現了高瞻遠矚的領導人，這個是中國人的福氣，希望世界各國能夠雙向而行，攜手同行，合力建設持久的和平、開放、包容、共同繁榮的美麗世界。